啊！啊！你这是在干什么？在放兔子呀！啊！放兔子！我见过放牛的，见过放羊的，我第一次看到放兔子的，你太逗了吧！还拿着这么粗的一个绳子，牵着这么小的兔子，不拴它要跑的呀！啊！哇哎！好可爱哟、哦！可爱吧？对，好可爱，跟你一样。啊，嗯，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是什么？好高级的样子哎！吃的，好吃吗？好吃，而且很好吃，而且又保证你没吃过。真的？真的。那不赶快来吃一下？来，看看啊，你这是什么？这可是正宗的金丝燕燕窝，你在网上可是买不到的，要做熟人才买得到。燕窝？对啊。那应该很贵吧？不贵不贵，自己公司的。你先吃一下看一下，喜欢吃的话以后天天都可以吃到。王刚啊，你这个太好吃了吧。你这个吃货。啊！昨晚你前夫来直播间捣乱，你为什么不直接把他拉黑的呢？你把他拉黑没有用的呀，你把他那个号拉黑了，他会用更多的号来继续来骚扰你。那你如果不给他一点点回击，他就会变本加厉的，他觉得我好欺负。再说了，我现在跟他没有关系，我为什么要怕他呢？对吧？我在我自己家，我没有必要怕他呀。明明一开始被打的是我，被三不停不停，可以说是被不停的打的是我。最终要离婚的是他，拖着我让我立马滚蛋的是他。我没有要离婚，是他逼着我非要离的。然后到了现在，我为什么还要怕他呢？我知道你的心情，但这个事总要解决的。我觉得你还是让你家里的就是长辈跟他家里面的人商量一个方案出来。本来我们俩离婚也是两个家族的人说好的，没有办法了我们才会走到这一步。他现在就是看到你在直播卖货，看到你在赚钱，就故意来骚扰你，想让你这边拿点钱。我觉得你对他无非就是要上我这里拿钱，然后还他的赌债，或者说是拿去继续赌。他越是这样子，你越是要好好的直播，好好的赚钱，你不要被他影响了。我不会的，我现在跟他没有任何关系，我不会被他影响的，我会好好的努力赚钱的。对，你这样想就好了。我知道，我也就只有努力赚钱，提升了自己，对，我才能保护好自己，保护好我的家人。对，等你赚了钱，对吧？以后小孩子长大了，你才能帮助得了他们，对不对？父母老了，你也才能帮助得了他们，所以提升自己是最关键的。可是凡哥，我的事情真的是太复杂了。我不想让你卷进我这乱七八糟的生活里面。如果可以，你走吧，你去找你属于你自己的幸福，不要管我了。文哥，你走吧，你离开我吧。我不肯离开你的。你看着我。
我跟你讲，以后不准你再说这种话了。我不想让你卷进我的世界。你看着我。不想给你制造很多麻烦。你看着我。我跟你说过无数次，我不可能离开你的，我永远都不会放弃你。真的不想影响你。但是你也不要有压力，因为我只想你过得好，你过得幸福就好了。你不要有压力，因为我对你没有其他什么要求，你自己好好的就好了，一切都会过去的，你不要想太多了，都会过去的。这阿尔跑哪里去了也不知道。阿尔，你在哪里啊？哇，叮叮叮，你这爬那么高啊！阿尔，你赶紧下来，你这爬这么高去啊，哇，赶紧下来，太危险了。不危险啊，这个是我很小的时候他就这么大了，现在我都成了老太婆了，都快他还这么大。你说什么？你是老太婆？你叫的吗？那不是你先叫老头子我才叫你老太婆的吗？赶紧下来，太危险了啊。没事的。下来，我这里有好吃的给你吃，快点，太危险了。我来，我亲你一下，快点，快点下来，我都不敢出去了。没事，快点，没事，下来啊！你让开。好。哦，呦呦，我都，你太调皮了吧？啊，哎，叮叮叮，再来给你吃。啥？来。哎，有这么好的吗？对。不干活都有人说吃的。你喜欢的话以后都不要干活。这太幸福了吧。只要你喜欢的话你以后都不要干活，然后每天我都给你做吃的，好吧。怎么可能啊，想笑什么傻瓜。没有。是不是很难吃？很好吃啊。这是我第一次做的，我自己亲手做的。你做的？你得了吧，你连饭都不会做，你还会做这个。我特意上网找的教程，你起来吧，你抢一下，来，干嘛？你先抢一下，你看哈，你看哈，来，你站出来一点，你看这个，干什么嘛？啊，看上面，哎，呀，看到没有？你丢掉干嘛呀？你也丢一个，不要，太浪费了。傻瓜，它这个叫七夕巧果。它有名字啦。对啊。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这种。在我们汉族的话，它古代有个传说，就是每年七夕的时候，然后我们都会做这个叫巧果，然后我们把巧果丢到屋顶上，然后喜鹊会把它丢，就是喜鹊会把它叼走，去搭鹊桥。然后晚上的时候，牛郎跟织女就夜渡银河相会了。啊，那我也丢一个。丢。让牛郎织女早点相会去。好。那丢了啊。好。啊。一会儿会不会有喜鹊经过？会啊，肯定会。希望喜鹊早点经过，早点先走他。是不是就像我们一样？对呀，你刚刚说是七夕是吧？对呀。今天也不是什么七夕吧？可是有你在身边，我觉得每一天都是七夕啊。只要有你在，我觉得每一天都是情人节。好，那我再丢一个，那多一点喜鹊来吧。耶、yeah!不对，是像我们一样天天过情人节。不要说。啊。啊。我还买了两条鱼上来。买鱼？今晚我做水煮回鱼给你吃，好吧？你会吗你？我不会啊，但是你可以教我啊。可以。你把我教会了，那以后我天天做饭给你吃，好不好？然后你今天就
天天就来这边躲在树上发呆，吃饭的时候我就叫阿二阿二，好不好？那你就下来吃好不好？啊？还可以这样的吗？对啊。我做的七夕巧果好吃吗？很好吃，很棒。啊？谢谢你对我那么好。其实很多事情我都能看在眼里。怎么了？突然这么说？就比如刚开始认识你的时候，刚开始来我家，你喝汤都是要自己用另外一个碗盛汤。现在，慢慢的你都和我们一起喝大盆里面的汤了。我想你应该是怕我爸妈觉得你嫌他们脏吧。因为我觉得爱一个人就爱他的全部吧。我要去习惯你，去适应你。那么是不是也要去适应你的家人，对吧？真的很谢谢你。这个老太婆今天怎么突然变这么乖了？你才是老太婆，我不是哦。丢了就是砸了，丢了不吃。那你一定要等我回来吗？对不起对不起，是我不好，是我不好，我来太晚了。喂喂，你吓我一跳。你又在偷摘别人家的樱桃。好了好了，来下来，快来，我亲你一下。谢谢。太搞笑了，来，谁给你喝？哎呦我的妈！又是半瓶，这地位是没法提升了，我看。嫌弃了嘛？那我去给你拿整瓶的吧，车上还有。没有。啊？我还以为我喝过的水更甜呢。你找我什么事啊？你看现在都夏天了，我想给我妈买件衣服，但是我不知道怎么选，所以我想让你跟我一起去选一下。那这个我也不知道，阿姨她要穿多大呀？我妈跟你老妈是一样的身材呀，一样的高，体重也差不多。那这个我知道。谢谢，那走吧。走。啊？这怎么选？这种你都可以拿熟人熟人。好的。啊？这个怎么样？你觉得好看吗？我觉得还可以。你觉得还可以就可以了。来吧，不买我走了。就是嘛。大哥。啊？你给叔叔也买一件吧。好。随便，应该可以。好。啊。啊？谢谢你给我老爸老妈选的衣服哦。你还谢我呢？怎么了？我都怪不好意思了。啊？本来我想付钱的，可是我的钱又不够了。我哪里会要你付呢？我要自己付的，傻瓜。太尴尬了。啊。现在有点饿了，我们去找个饭店吃饭吧，好不好？去饭店吃饭啊？啊，不要了吧，在街上吃饭很贵的。去你那儿吧，我去给你做饭。去我宿舍。啊？那好吧，下完这街上我们赶紧买点菜吧。好，十块，少点嘛。起子呢？
腾哥啊，吃饭了吧？快，赶紧回去吃个烧饭。嗯，好。我觉得我现在好幸福，别人了嘛，你不嫌弃我就算不错了。第一次我干嘛的时候，母亲难过心不停的手，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那是你你曾爱的理由。好丰盛啊，辛苦了。我家的女人来对你的是不是我煮的饭太难吃，你吃不进去啊？你过这种场景，我们每天工作下班完以后，然后你在这边做饭，我们一起做饭，坐下一起吃饭，就跟梦里一样。赶紧帮我掐一下，看是不是？是要抢吗？要抢。哇！真的，这么重？不是吗？还好不是吗？那我可以帮你吃啊。上面有点冷。你吃饱了没有啊？我也很饱。赶紧走吧。走。哎，阿姨在这边。哎，阿雅，哎，叔叔呢？你干呼去了。干，我都听清楚，他说干回去了。阿雅，这个给你一个，给叔叔的一个给你的哈。啥子？衣服。对呀、啊，还给你这。啊？这不是。给你爸爸妈妈选的吗？你爸爸妈妈不就是我？你这怎么能行呢？你拿回去。不，其实我就是给叔叔阿姨买的。阿姨，你赶紧去试一下。你试一下，二选的，你赶紧去试一下，看，你试一下会不会合身？啊？大哥。啊？还行。我妈说合身。本来。不用谢，这个是二选的。没有，本来凡哥说让我帮他妈妈去选衣服，结果没想到他是要给你买的。二人妈妈也是，都是自家的哈。不要谢，谢谢你。不要谢，谢什么谢？这样还挺合适的，好看。谢谢。傻瓜你啊！再要说什么了？